虫子已经搞定了，再来搞定我这个吃货，去蔬果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采收的，来犒劳一下我自己。走。这一盆的这两个黄瓜已经很大喽，赶快把它摘下来吃。摘下来的话还不会影响其他小黄瓜的生长，像这一盆之前把那两个大的给摘了之后，大家看这个小的看着它长大，可能是大的把这个营养都给占去了。搞定你。这个玫瑰国度的天使，这个花朵已经快开败了，现在就把它给剪了。花瓣都掉了。看到没，这个红长花，这个花朵开出来喽，好漂亮好漂亮，好多花蕾啊，红长花还是很好看的。